台湾杯国际滑水线上暖身赛，2011年5月23号，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宽板滑水初级男子组，总共有6个选手，主办单位台北市滑水协会。我们感谢我们赞助厂商 Vite 摩尔 OPI。 第一位选手是我们的陈炳阳，做一个平板再做一个横板切换180，相当自如哇，男性选手非常的流畅，360，再做一个另外一项的 backside frontside 360的完成了，进行加速。哇哦，看得出来这个初级的男子组是有备而来的，头赛切浪出去做一个头赛 only jump， 接下来第二赛 approach 进来跳一个 one way jump， 哇哦，相当的高。接下来 heel 再 approach 出去，再做一个 ollie 进浪头赛，是不是要做 one way jump 呢？头赛 one way jump， nice， 非常的稳定，看得出来平常的练习应该是相当足够。好，我们看一下选手要在挑战什么样初级组难度高的动作呢？ two way jump， 哇哦，初级男子组最重要最重要的 two way jump。好，选手还有时间哦，再补一个 toe side one way jump， 你刚刚应该是要挑战 two way。 好，好神，下一位选手我们的陈信章做一个水年的180，好，浪有一点点浪晃。好，选手接下来进行水面横板来面对我们的裁判群，接下来选手放了单手，应该是要做背向或是360的动作。我们看选手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办法自我挑战呢？感觉这个选手还在抓自己的平衡，尝试的压着头赛转过去了360， nice one， 哇哦，很惊险哦，但是还是很平稳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好，选手选择做 heel side approach 出到浪外之后呢，做一个 ollie 的弹跳。好， landing 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很平稳，我们再看他是不是再一次的做一个挑战呢。好，再做一个 ollie， 这一次的相当的稳定了，在执行方面应该是有比较高的分数。好，我们看选手再次切到浪外，再一次的OK， 时间已经到了，下一位选手谢晨阳。谢晨阳选手做一个平稳的180背滑，放掉单手做一个360的转向，是否再做一个另外一边的360的转向 backside frontside 都已经做完了。挑战完水面上最高的难度的360之后呢，选手开始准备要做跳浪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压水应该是要做 toeside 跳浪，头赛的 ollie 做完之后呢，进浪是不是做一个 heel 赛的 one way jump？ 接下来呢，选手切到浪外，准备再做一个 heel 赛 approach ollie jump， 头赛进来 ，toe 赛 one way jump。哇，我们 toe 赛 one way jump landing 其实放单手的一个方式哦，可以协助你的平衡感。那选手再次的切出去呢？把自己的动作做平稳之后，是不是要挑战 two way jump 呢？哇哦，浪下直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two way heel side jump。我们把这专业交给我们裁判去伤脑筋了。Toe side two way jump， 哇哦，非常开心啊！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位选手郭国宏。郭国宏做360的动作吗？哇，切到背向做180之后，赶快再回来做横向的动作，180做一个360，再做一个另外一项的360。看起来这个 backside frontside 360在我们的宽板滑水初级男子组已经是基本动作了。选手切到浪外，头赛切出去做一个头赛 ollie 进浪，右赛压稳，头赛 one way， 右赛 one way jump， 切到浪外之后准备再做一个右赛 ollie。选手进浪准备做一个头赛 one way jump， 稍微没有跳起来，好，时间不够了，赶快加速。好，应该是要挑战 two way jump 了。我们初级男子组最高等级的动作就是两个浪的跳跃，哇哦，恭喜选手跳过了，接下来就比谁跳得高，谁跳得稳定，再挑战头赛 two way jump 吗？头赛 one way jump， 哇，非常可惜跌落了下一位选手范成维，180
动作非常的稳定，快速的360，哇，看起来是相当的熟练。快速的360 frontside backside， 哇，这一组全部360都已经完成了，两边哦变成基本动作了，水平相当高。我 closeside ollie， 右side切浪进来 one way， 哇，一个 near approach 做就非常好了，还做一个这个很 stylish 的一个泼水的 slash 的一个动作，再做一个 heel side ollie， 哇，这个 aggressive edge 非常好啊。 closeside one way jump，哇，这一组真的是相当激烈，大家在基本动作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就来挑战 heel side two side toe side two way jump， 到底谁跳得高，谁跳得远，谁跳得稳定。好，我们看一下 toes， 哇， heel side two way jump 相当有高度，哇，这位选手水平也相当高啊。 toe side 的 two way jump 浪尖落下，还有没有时间呢？哇，时间结束了，下一位选手陈冠瑞做一个背向的滑行，做一个180，我们看一下这个360是不是也是基本招呢？哇、wow, ，nice， 360，nice，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另外一项的360呢 ，nice， 哇，这一组真的是犹如我们刚刚播报的 frontside backside 全部都进出了，所有选手都已经完成了这样基本招、基本功的动作，基本功水面滑行最难的动作，大家都已经完成了。水平相当高，竞争相当激烈。好，选手做一个 heel side approach one way jump， 哇，接下来看是不是要挑战这个 toe side 的部分呢？选手再度滑行到另外一项，还是一样做 toe side approach， 准备做 heel side 这一方面的动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我们的2022台湾杯国际滑水在线上暖身赛，哇哦，又在 two way jump， 这一组也太精彩了吧！大家都非常靠近，等一下分数一定是相当接近。好，选手把握时间，现在已经1分10秒了，做一个 toe side one way jump， 身子落下，我们看一下到底降落谁家。第一名，恭喜我们的范晨伟，占4.33分。哇、wow, 第二名谢晨阳30分，第三名陈炳阳25分，分数相当接近。主办单位台北市滑水协会，感谢您的收看，我是 MC Sammy。